相聚多少天，才知道离别多少年。虽然所有相聚终究要离别，缘分将我们围成圈。Yellow 对，依依不舍的离情万千，我们一定要再见。也不管要多少时间，今晚月亮有多圆，心里的牵挂有多远，远方的你是否一切都安全。明天因为有新起点，今天必须说再见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心，首先是感谢你们新加坡到我们这个四川，到我们杜江堰来视察我们，也支持我们的工作，这个非常谢谢你们。那我们服务好噻，生活亲人了嘛，啥子各方面的对我们好。服务不管各方面服务啊，啥子尊敬老人啊，关心我们关爱我们，这些都好。感谢这新加坡的志愿者对我们的帮助，来到我们新启程对我们服务，我很高兴。特别是到小吃店，做小吃，做他们新加坡的特色，我感到很好吃。我希望他们下次能够再来，谢谢。感谢我们新加坡的志愿者给我们所带来的帮助，我们的服务对象通过你们的帮助走出了自己的家门，他们收获到了很多的开心，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，谢谢你们。Yeah.